千百年来，春季一直是一年四季中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季节。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时代，万物生灵都在用一生时间去追求舒适的生存环境，这是我们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本能。在全球绿色低碳节能环保大趋势及国内碳达峰、碳中和全面推进过程中，有一群人在努力用科技改善环境，创造健康舒适的劳动空间与生活空间，他们被时代称之为御风者。瑞泰丰企业成立于2003年，20年来我们专注于研发生产高品质低碳大风扇与冷风机产品，一直致力于国内外高大空间低碳通风降温整体解决方案。无论是生产制造还是仓储物流，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农林畜牧行业，瑞泰丰让温度更加舒适，让空气更加清新，让环境更加健康美好。而创造健康舒适环境的背后，得益于高标准的大风扇与冷风机产品。大风扇又称 HVLS 大风量低转速大吊扇，通过巨型扇叶的缓慢旋转带动全方位空气流动，产生持续的立体型环风，令人感受到5至8摄氏度的降温体感效果。冷风机的核心降温部件是高效蒸发湿帘，根据水蒸发吸热这个原理，将室外新鲜空气经过处理，从而达到降温、换气、洁净空气的目的。大风扇和冷风机两者都具有各自优势，然而当行业对于如何能够将二者的优势进行融合互补方面尚处于空白时，瑞泰丰以创新思维率先关注到了这一点。2010年，瑞泰丰扇机组合理念就此应运而生。空气看不到也摸不到，但是我们却能感受到它的温度、湿度和洁净度。基于 PMV 热舒适模型，我们与国内高校合作研究舒适性应用的课题，扇机组合将大型节能风扇与冷风机、中央空调及其他通风降温设备创新性相结合，通过专业计算与科学的空间环境结合设计，实现单独采用某一种设备所无法达到的整体效果。瑞泰丰在行业内首先采用全面破坏性实验来检验产品的安全可靠性，将大风扇主体成功开发应用榫卯结构，同时结合瑞泰丰多重专利防坠技术，产品的安全系数大幅提高。如今瑞泰丰立足全球市场，锁定欧美标准，并建立更高的中国瑞泰丰标准，为中国制造广泛参与国际竞争赢得一席之地。In 2017, we started our journey in export market. Till today, more than 4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benefited from our eco, cooling and ventilation, fan and cooler combo solutions with an international design concept.We continue to innovate in quality, appearance, practicability, and performance, and have served quite a number of Fortune 500 companies over the years. RTFANS has established a strong sales and service network at home and abroad. In addition to a professional expert department, we also plan to establish overseas production.Based to better serve local customers.
RTFANS aims to be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eco-cooling and ventilation products. We are ready to contribute our experience to make a greener world. China's 离域运动已经成为了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国用十余年的时间举办了多个世界级别的体育盛会。中国现在正在构成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趋势，所以我们与爱高体育强强联合，打造体育教育大空间降温的全方案服务品牌 AGRTF 爱高瑞泰峰。我们将深入研究体育教育领域大空间降温的需求和难题，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体育教育行业大空间降温提供专业领域的创造性产品和服务，为体育强国的梦想注入坚实有力的力量，为用户、伙伴和社会创造独特价值，是瑞泰峰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以创造健康舒适环境为己任，开拓更加美好的未来。